我的台语无讲，讲了真严重吼。我安那学的，你知无？我嫁阮翁的时吼，阮婆婆袂晓讲国语，敢若会晓讲台语。我著教伊一句国语，伊教我一句台语，就是安尼学三个月，简单的会晓讲，较深的都都爱讲国语啊。希望讲今日大家听的是听有，然后那听无你牙手，我阁甲伊讲一遍，讲一遍，吼、哦，好，咱时间有限吼、哦，咱即马就来听，我是安怎来经历这又过真又过坏的上帝。我较早是牧师的查某囡仔，阮家五个牧师啦。我是一个无在听话的囡仔啦，吼、哦，所以互阮老爸拢较头疼的啦吼，佫真巧就对啦吼，老师拢足疼我。自细汉，阮真善车，住伫庄下，迄当阵是无电啦，无电视，无摩托车，也无脚踏车，逐项拢无啦。阮老爸去传福音的时，我细汉毋知影伊是咧创啥，就常常出去。伊若出去是三个月，就是差不多半年，一年拢无一定啦吼。所以阮常常看无阮老爸伫啦。毋过我看到阮的同学吼，因的老爸拢在厝个做工啊，做农啊，结果阮老爸呾拢无伫。有一天阮老爸回来，我毋知是伊咯。阮老母甲一个查甫伫睏，我讲哦，阮老爸若转来，我要甲阮老爸讲。结果起来时，早起起来看到，哎哟，原来是阮老爸，迄、那个好手哦，我强要袂认的啦。我就甲阮爸爸讲，爸爸，你莫咧常常出去啦。我囝仔吼，足想伊时，拢看无你吼，足艰苦的吼。别人诶，同学诶，老爸奈拢有伫厝，你拢无。我讲你会使换头路啦，吼、哦，莫阁做迄啦。伊讲这袂使换，吼、哦，我毋知影伊原来是牧师吼，伊讲袂使换，伊这是上好诶工课就对啦。阮细汉诶时候，常咧听阮老母吼，三时半暝吼、哦，差不多三四点诶时，都开始咧哭。在祈祷，在求耶稣帮助阮的家庭。阮的米常常的是用徛的吼，迄当阵可能阮第二天阁无米通食，伊就拿迄个米桶，拿罐煮啊。阮后顿无米啊，我是要安怎饲这七个囡仔？我心肝迄当阵就决定。将来我大汉，一定要赚真侪钱哦，来改善阮家的经济，吼、哦。安尼，结果阮有时啊，吼老师讲，明仔载吼，咱去远足啦，恁家无远足吼，爱离开教室吼、哦，去别个所在，风景好的所在，吼、哦，爱提便当哦。我就想讲，大家拢足欢喜，我足烦恼，毋知到时有办啊无嘛，毋知啊。结果安怎哩做？阮老母毋知去倒位去借两碗，结果淋迄乌汤无，乌汤安尼淋个，创敢若旧个模样吼，放伫迄个便当内底。结果到夜个时，老师讲好，咱即摆来食便当，恁个便当拍开，我感觉即个就是遐有一个甲我共款个吼，四瓜头迄个无。迄就是阮上生的节奏，你看看我看你，都知影啦。爱闭起来去食，吼、哦，叫我讲好，阮就去算啦。我咧想讲，绝对无人会吃会着阮，无想着啦。阮老师讲来去找迄个上生的，奈无看伊直接食便当啦。结果一时啊，都把阮找着，因都看着阮的便当。像那咖啡饭吼，这毋知是安怎，伊就讲老师因内无菜，
啊，迄当阵我听到这句，我的心肝敢若都挂着，我就开始内底咧哭，像爱安尼，像爱安尼贫穷无财通好滴，哦，迄有自尊心受伤，哪讲头壳有一个坑，我一定会忍忍去。老师讲，我讲安尼啦，吼、哦，你一人一袋菜，吼，互因，因下个有通食。吼、哦，迄当阵，我就决心，将来我大一定爱改善奋斗的环境，吼、哦。好来，我往下看，到一个爱祈祷的老母，伊常常的吼，阮若提钱转去，伊一定是将阮提互伊的钱吼，啊，就讲。该耶稣感谢，耶稣啊，感谢你，我就足生气啊！我讲啊，老公谁赚的？是我赚的，啊是安那哩？该耶稣，伊也不是伊，伊无赚，何里啊是安那该感谢？伊讲无安尼讲，无安尼讲，啊，将来你一定会知影。哦，即马我当然知影。哦，原来咱得着，要做啥？连连去赚钱，不是你搞？你不是有智慧，那不是上帝恩典，你达行，但是你就无动作，是不是安尼呢？是哦，嘿，后来我就感谢阮老母，感谢伊安尼，无讲哦，这个查某囝常常咧唔听话哦，你逐工嘛甲阮祈祷，哦，敬食，啊，结果我讲了，你是神经病，啊，身体好好安尼，唔食饭哦，到时身体会出毛病啊。伊讲你莫管啦，吼！我即摆有时啊，吼，伫阮老爸老母因兜伫进食的时，我就想到迄个画面，阮老母伫遮迫切，规个伫替阮祈祷。伊要死之前吼，我已经互相伫抓着吼，呆住了吼，走袂去啊！我为耶稣迄当阵做20场的迄个见证，我就跪伫迄个白厝边啊。我讲妈妈，我已经为耶稣做了20场的迄个见证，我已经回来。哇，伊就不晓讲话吼，流目屎。我流目屎，哭得足感动安尼啦。我知影伊的心肝咧想，耶稣我安尼无白白流目屎，我无白白为我查囝咧祈祷，你即马。听我的祈祷，虽然这么长的时间，我也是很感恩的，哇，伊的欢喜的目屎嘛，哈、哦。所以今晚来，咱大家做老母的，不管恁做囝儿啊，有一天唔听你的话吼，去做一寡歹代志，互伊关起来啊啥，拢无要紧。你祈祷，迫切祈祷，吼、哦，耶稣有一天会听你的话。哦，听你的祈祷，像我呢，即马家己哇，太带见证了，太见证耶稣了哈。来、哦、来，往下看，我是爱唱歌的民族哈、哦，我这是登伫咧报纸。后来往下看，开过迄个少年的时候，开过迄个演唱会。后来往下看，有一天我就甲阮老爸讲。我找到白马王子，我的白马王子哦，足缘投的啦，无食薰无食酒啦，我足孝顺恁老母的啦，吼、哦。伊阮老爸讲，啊，他是倒一间教会，我讲无，伊毋是倒一间教会，伊是拜拜的。阮老爸讲，那安尼，是嘞，我可能无多参加，我是牧师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嘛唔好，甲恁的三个阿兄讲。那无你的婚姻哦，都无法度结婚啦。我讲哦，安尼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吼，无参加那要紧。好，我就甲阮翁，啊，甲阮的先生哦，啊，就去台湾的律，叫做这法律律师，叫做公证结婚。哦，迄种百人的结婚吼。所以大家有的穿礼服，有的无穿。我是穿礼服啦。结果呢，迄当阵，我甲阮老爸讲，伊吼一天一定会来信耶稣。伊讲摆在祷告中啦。
因为吼真侪结合迄落无信耶稣的吼，后来拢咱啊干赶快来去拜拜安尼。啊，结果感谢主，十五年结婚十五年了，伊甲我洗礼，哦，洗礼是洗礼，不过我无真实的基督徒的信仰。哦，人个牧师也是传道，也是师母，较好稳。哎，爱做礼拜哦。哦，今仔日哦，三人来讲哦。啊、哦，我咧讲好，啊，结果阮就去啊。去了啊，听听，转去嘛无讲读圣经，哦，嘛无祈祷啦，哦，是安尼记不住。啊，结果阮个囡仔愈来愈大汉哦。读大学，啊，读一个高中咧，啊，一个读五专吼。当咧想讲吼，啊，阮即摆老啊吼，啊，囡仔嘛读到安尼啊，差不多毕业了，都通讲上班赚钱，互咱享受啦吼。啊，结果哇，事与愿违吼，事与愿违，毋知要安怎讲啦吼。甲事实无共款啦，阮头家吼得着天神的恶性淋巴癌。你知影淋巴癌无？淋巴癌是足急的事，不过吼，一两年了吼，进进出出医院。迄当阵我都想着，阮老爸老母的耶稣足牛的啦，会互青眉有会看啦，迄号做耳聋的吼会听的啦，还佫摆脚吼，还佫啥，安尼瘫痪的拢会得到医治啦，哦。啊，佫会好人，会死死的人拢会活起来。迄当阵我就想起来，去转去去提啥圣经，来伫伊病床吼，伫读，逐工读，逐工伊都逐工安尼唱诗歌。不过两年了，原来是死。哇，迄当阵我生活足艰苦，我敢是。我都有祈祷啊，我都有读圣经啊，啊是安那，阮翁嘛是安尼是，我都吼办了伊个后事吼，都开始想我足生气，愈想愈气，气得耶稣无甲伊医啊，吼，阮两囡仔迄当阵拢无提个事，我都开始手伫鼻提点，我讲主耶稣啊，我甲你讲哦，我即摆开始哦，无相信你哦。你只不过是圣经讲，圣经内底故事人物，吼、哦！我讲即马开始我无搁再祈祷，无搁去教堂，无搁去参加小组，啊、哦！我著遵守我的诺言，好。老公既然死啊，耶稣搁无改伊吼，即马我靠家己啊，一定要趁钱做钱啊！嘛爱开一个跑车啦，法拉利啦，你想看嘛？美梦敢有成真？有哦，有成真无？有人比无？还阁我个无？啊，我钞票我那拢无写。美梦有成真无？没有哦，这张不听的。标准答案啦，美梦没有成真，哦。啊，有梦总是美啊！好，我就开始怎么样？开始去唱歌。伫个台北个西门町是老人足济，少年人足济啦，哇，青年人足济所在，也是足热闹个所在。哦，伫遐安那做一个叫做全能歌后，能文能唱能跳啊！啊，所以呢。迄当阵我都借海后摆啦，钱足好赚的，哦，好赚到吼，买一领内裤，一领万三，内底咱遮敢有人穿过一万三千块的内裤？有哦，哦，我足奢侈的啦，化妆品一定一二十万啦，吼、哦，拢咱刷卡不眨眼的，吼、哦，啊结果，哦。所以谈的钱哦，嘛是摕去股市啊，股市结果安怎？万三点的时，敢那做出来，刘华弟咻咻咻，拢
泡汤，哦，一张股票，那讲一张哦，四十万的哦，剩差不多一半啦，哦，迄当就做，啊呐，艰苦，艰苦也唔过，我叹气，拢会使，真牛，看到人哦，拢安呐，拢讲好话，哇，这帅哥讲你哦，足心柔又乖啦，哇，一听到我咧讲，就足欢喜。哇，阿姨啊，你穿这件衫有够水的啦！啊，倒一个专柜买的啦，吼，伊嘛足欢喜。等下你去台店的时候，会给伊个小费啦。哦，所以大家来探啊，欢喜个。啊，结果我是说好话的高手，高手就是哦，无安尼互人跳火过。你可以用我这帮几位？五十吗？无啦，无遮少年啦。我俩当初拢爱打肉毒杆菌，我是迄当初无迄个什么标本啦，无雀斑啦，这拢爱去处理啦。我哩拢个白泡泡又密密啊，迄皮肤拢安尼，哦，卖出光拢去做啦，迄拢爱开钱。哦，啊结果家己想哦，胸部上细啊，皮卡。还一定要去做，的确，足大粒的哇！你若行路的时候呢，换一下的哇！哇，哎，大家拢看到你的如果啦吼，那查甫看会流嘴沫着无吼？有无？奇怪呢，有时间倒边顶起来啦，顶起边嘛，足艰苦的。暗时你若困的时候，我看石头两粒，把我顶起胸坎，胸坎无度喘。我都想讲，哦，我来安尼去，就爱安那世界人爱的方法，我都去找医生算账。我亚的医生嘛，我来讲，别人做那拢无代志，啊，我来去做变成安尼。伊讲无要紧啦，搁换一个了就好啦。你的体质较过敏啦，吼，啊，搁换一个就好啦。如果安尼啦，我讲啥物人要出钱？到时你，伊讲无啦，啊讲好，拢停啦。才知影啦，一句圣经讲有话：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那撒旦来无，甲你偷你的健康、偷你的钱、偷你的平安、偷你一切所有的，要甲你安那置于死地。哦，上好咧，互你安尼袂欢喜，哦，拢无喜乐伫你心肝底。哦，我就一天想着，哦，原来是佮讲，若毋是我起的，我一定要拆毁；若毋是我种的，我一定爱佮卖去。哦，原来咱的身体是耶稣的圣灵是因伫咱的内底伫大。哦，咱若无讲洁净吼，嘿，耶稣就会想办法帮助咱脱离这哦痛苦内底吼。后来，咱即摆来一个，来 club 的现场 live show， 声音真大，真脆的，讲了真多吼。那风吹来清凉，那夜莺轻声啼唱，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轻唱，更爱那花儿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闻着夜来香，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。
这一次忙，我难以提唱，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一年来香如如芬芳。我爱这一次忙，也爱这一起唱，等待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闻着夜来香，夜来香，夜来香。所以谈的是拢安那，无啊，
无去啊，哦，家己放伫银行内底一寡转表，一寡有诶无项链啊、金项链啊，还是啥物，吼、哦，翡翠啥物，有一天想着啊，足久无带这几克拉诶钻戒来银行嘛，嘿，甲伊领起，结果安怎？差不多有六点，阮查某囝敲电话讲妈咪啊，咱着插头啊，哈、哦，阮讲惨，今仔日无带无钱去，保险箱领迄个珠宝来一挂啦，结果我倒去，阮兜敢若粪扫堆有无？所有拖的物件有无？拢放伫客厅。我讲惨，阮查某囝讲妈妈，我的名牌包哦，伊刚才叫朋友去美国。买回来，这妈妈拢无啊！我讲妈妈的物件嘛拢无啊，所以拄只一句话讲，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不过耶稣讲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着更丰富，哈、哦！所以迄当阵，我甲上帝关系好无？无好，哦，无好的是安那？你做各项代志拢无法度。亨通顺利，哈、哦！所以有一天我就破病了。来，又看来我得着什么病？不是神经病了哈、哦！看是什么病？来，啊？看医生。哈？癌症啊！哇，你100分。哦，这个癌症哈、哦，自发现到动手术。短短一个月时间，吼、哦，看到顶个是我的子宫，下下是癌细胞，真大粒，敢若5个月的胎儿，5个月大的胎儿，真大粒，吼、哦，金色的啦，足水的。我逐天在讲这个时，我都想到恁的榴莲啦，恁的榴莲挂在树顶，我的榴莲放在我的子宫内底。还佫敢食无？哦，恁的榴莲是我的最爱了哈、哦。啊，结果医生讲安怎？你这是罕见的综合肿瘤。我听到综合，我就讲哈，我敢若听到综合果汁啦。你哪有综合肿瘤啊？你讲嘿，啊，佮你这是台湾的头一粒，美国的第三粒。我讲医生安尼，我然后话话讲，你讲，伊讲唔免想，你爱食啥，你就去食。你要去倒去佚佗，你就去。我咧心肝听到这句，哇，我就生气。有内底咧讲话，所以癌症啊，互你去得着吼，看你还阁有心情去佚佗无？吼，阁有心情去食无？吼，我咧无良心啦！吼，安尼甲咱安讲到安尼，我咧想讲。伊就讲，你一个是子宫肉瘤，一个叫做子宫腺瘤。其中子宫腺瘤吼，迄安那化疗、安那放射线治疗，迄拢无效啦。吼、哦，差不多3个月就转移啦。哇，阮大姐来搞照顾，哇、哦，我感谢阮大姐。吼、哦，出病医疗，做2个月放射线治疗，足够10个滚滚滚吼。3+44，40公斤，哇！敢若风吹，你就会倒了。哇！逐天我家己讲吼，对家己讲，我一定爱健康，因为我袂使无阮的囡仔成为孤儿啊！哦，老爸就死啊，老母搁癌症啊！哦，袂使为安尼，哦，我愈想就愈生气，我就过来。手臂提顶，我讲耶稣啊，你是搁无够，你做搁无够了，啊，阮安都互你接去啊，啊，即摆你搁互我得着这癌症，你来啊，我无咧惊你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吼，迄当初阮大姐来照顾我，等了等伊死了，安那，伊开一个电台，叫做 Good TV， 好消息。其中有一个叫做真情部落格，有看过哦。真情部落格一定爱看，大家足济有吼，有变看病无，拢得到医治。耶稣真高啊！
耶稣足够的，洪婆婆讲真够啊。结果啊，你知无？我就逐天哭，哭，看耶稣这么够，我心肝咧想，我敢袂好？我哪会袂好？我即摆得着到，我敢袂好？啊，结果有一天，我大姊讲啊，来啦，你若无代志，来啦，来啦，我就去啊，去参加伊个合作社。祷告会，祷告会，我就想讲啊，真无聊个，哦，我不爱去。伊就一直把我邀请，来啦来啦，去遐唱歌啦，祈祷啦。我讲你去咯，啊，结果忽然间啊，想到我的印象，到时阮大姐袂甲我煮饭互我食吼，啊袂甲我洗衫，啊我就惨。好啦，我来印象。往地刚就去一个足偏僻的所在，看我迄鸟不生蛋的所在啦，拢种田啦，种啥物甘蔗啦、乌芋头，种有诶无啦。啊，结果到位是有影，遐是敢若铁皮屋吼，铁皮屋起诶，一块铁皮屋，还佫四面通风，大家当面得几度？头先是唱诗歌，唱诗歌吼。一摆一摆，安尼一直唱，一直唱，唱了袂煞。我想我都足生气。这条我讲，得值得安尼唱几啊遍嘛？这歌词嘛，我讲足感动了吼。啊，有人安尼流目屎，流目屎不流鼻屎。哦，我讲啊，心啊说足感慨，一定是赚钱啦，哦。讲好了，恁要唱到明仔，还是年底我无要紧。老娘我要离开了，我要听啊。啊，结果我就离开。结果这是啥？甘蔗园。哇，这条路未通，我行一遍。那边是芋头园，嘛未通啊，到安尼这悬的啦。结果我就行这嘛无路，这是鱼池，我饲鱼啊。后来无路啊，我的乖哥坐去。一定，结果，阮大姐看到我的面，这太怪，我叫我下你了，我不耐烦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大姐就在讲，好，咱即马开始为家己祈祷。我就想讲，哇，足久无祈祷，啊，当时啊，我祈祷，后来我想听看卖，我伊安那祈祷，听，哎呦！为我的癌症的祈祷，我都讲哇，这个恁到什么代志？这我咧伫咧吼，啊安尼，我哭到安尼，哦，求主耶稣来给我医治啦，一直哭啦。我都讲哇，这基督徒拢这么爱心，好，我慢慢来安尼认真啊，来祈祷。我先甲耶稣讲两条代志，头一条哦，你那是怪神啊。乖兄弟，你搞异地，第二条我拿异地了，我为你遭天的海角，海角为你安尼做见证。今晚已经讲300多场，去大陆两抓，啊去缅甸3抓，去云南，去昆明，去北京，来马来西亚这摆第二抓。哇！你当初在祈祷，祈祷了我，被圣灵充满我，你把这个哦，耶稣开起来，我看到天顶耶稣穿一件白衫，足白啦，哦，啊个披着红色的啥披肩，我就讲耶稣是你嘛，给你刀，啪，换一个。一百万一束全白衫，我讲耶稣是你吗？会紧张呢？吼、哦！我问了，虽然第三步这个意象，我都开始哭，一直在哭。雅各书五的工商，我曾经奉为有你，如今我亲眼见你，安尼这句话我唔知要安怎讲。耶稣在对耶稣说，我
较早是敢若听伊个名尔啦，即摆我起来正经家己目睭去看着伊，我就是安尼见面。哇，开始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哇，哭呐！我定在鼻起顶安尼骂耶稣啊，哦，骂到安尼啊！啊，结果伊正面三界话讲，我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我是有过我有过真相的，哇！我开始，哦，大姐就讲妹妹，你刚看到啥？还是听到啥物？我讲你哪知影？我看耶稣三界，大姐听到我看耶稣三界，伊就笑甲呢。耶稣的言语啦，我讲卖后边讲哦。嘿，我圣经唔捌读过一遍啦。但耶稣是要安怎甲我形容的？啊是，其实哦，心肝底有无在偷笑？我看你要安怎甲我形容？圣经毋捌读过一遍，几乎我忘记啊。明仔吼，咱过来祈祷，我个目标哦，是要搁看，啊，搁有啥物啥物意向通我看嘛？大姐讲哦，啊，当时要几点起来？我讲五点。哈，你爬起来？我讲爬起来。你讲是较早拢是困到自然醒？我讲无要紧，我即摆设定闹钟，正经五点开始啦。第二天，过伫遐大姐在甲我讲，逐摆若唱诗歌，你的手爱举起，表示咱的尊敬这万王之王。我阿个谦卑伫个伫伊的施恩宝座面头前啦。哦，拄则有看几啊个吼，拢安尼举手，有影安尼就对啦。嘿，耶稣会听你啦。听命命吼，啊！结果开始祈祷，祈祷了，我看到啥？一个宝剑，或者圣灵的宝剑，哇，足大个啦！为天顶啦，慢啊，慢慢啊，慢慢啊，啊，佫经过啥云啊，云层啊，啊，结果安尼，唰，伫我头前，哇！我看我好，耶稣啊，你我看这宝剑要创啥？金闪闪，我了安尼看，安尼看，阮大姐看到甲昨昏同款，哈哩啊，就哭巴巴，方言祷告去。阮大姐讲，看到啥物？我讲有，看到宝剑，伊就讲宝剑哦，你即摆无法度用，吼、哦，即摆才知影，无读书，无读圣经，免了有话，无，我做啥？圣灵的宝剑是啥物？大家知影无？圣灵的宝剑是啥物？神的话语。有影，上帝话就是圣灵的宝剑。大家宝剑即摆有生锈了无？生锈的请举手，无人举手。你每年每个月，你带人信耶稣的几个？你信耶稣了，你拢总带几个来信耶稣？有无？那无拢生锈啊！吼、哦，你无信仰耶稣，何因的权柄？吼、哦，无带灵魂，我无以耶稣的心为心，吼、哦，会太信仰，无安尼哦，生锈啊！啊，结果大志高讲，你即摆读圣经，读，逐工读。我讲啊，看到迄圣经有无？一本遮尔厚，迄个有无？遮细个，把读个民国几年呐？哦，读个几年几冬？我讲大姐，家耶稣参详的，我会使祈祷尔，啊唱诗歌尔就好，卖读圣经。伊讲袂使，耶稣咧不断的吼，用迄个意象甲你讲话，你无读你都唔知影伊咧讲啥。讲好啦好啦，我知啦。好，我讲明仔开始，我知影要安怎亲近耶稣啦。哦、我自己来祈祷，结果第三天我就开始唱诗歌，唱完开始祈祷。我祈祷了无偌久，看到敢若一个狮子，吼、哦，在睡觉。哇！我大姐咧教我讲，你若看到意象，你就爱问耶稣啊，这是啥物意思？我问了过，这狮子一死啊！变成比对面去做山有无？
我较悬啦，猛徛伫我头前，我拢啊吼惊着，结果伊咧讲啥？你爱刚强壮胆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。我就讲哇，这句话感觉亲啊，听无啦？问阮老卡的姐姐较紧，我讲姐，这是啥物意思？伊讲这样吼，耶稣在讲吼，伊是犹大的狮子啦吼。哎，拢一点点预表狮子都是伊啦。伊咧甲伊讲，你爱勇敢的吼，勇敢啊！爱脱离过去黑暗的生活，爱入去啊光明的国度内底。光明，你讲了轻松。啊，想要赚钱无我？啊，我若甲耶稣打工做伙，我想要花钱。讲耶稣方法，方法吼，真多啊。讲后来再研究啦。啊，结果，吼，阮大姊咧讲，你若听甲我讲，我带你去办芭乐。哦，恁家有番石榴嘛吼？哦，我讲过，伊讲听啦，阮大姊就带我去买芭乐来食。结果行，结果有声对我讲：“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我是信仰。你若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不能到父那里去。”哇！我说哇，听到，我说我姐，你敢有听？你讲无啊？你讲啥？我说讲都是这句话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伊讲，人人拢有死，不管你是有身份、有地位、好业甲足好业，你原来无法度脱离死亡。哦，你死了有两条路，一条。去天堂，这条是去地狱，地狱，吼、哦。我讲，伊讲啊，你要选择要去天堂还是要地狱？我讲当然啦、啊，一定到天堂嘛，吼、哦。伊讲好，伊即马开始，搁较侪祈祷，讲好啦，我知。啊，过几工啊，阮的大兄啦、大嫂啦，阮的。兄弟姐妹啦吼，拢来啊，来阮大姊家，啊啦，要来看讲这个吼，较早是赤白白啦，即马讲敢那啥，小绵羊嘛，很温柔啦。伊讲要来搞做伙一起成道，我讲好啊，五点就来去，结果有影，大家围伫遐，五点就开始祈祷，祈祷了无偌久，我就看到。电管一盏电火，足光的啦！哇，敢那像太阳啊，足光的啦！还佫有烧的，你知无？我咧讲哇，这耶稣唔知要佫变啥？结果我看到啊，耶稣一步，敢那行楼梯，徛伫阮的大吉因的啥？因的茶几电管，伊就开始看阮做礼拜的几几个人。看到我迄个手寸子，伊讲我必使用你。我讲不要，无爱。我心中无读过一遍，今仔日是要安怎甲我使用啦？啊，阮大姑大兄在讲，啊，这样印证啦，印证先啦，印证就是要去台北哦，参加特会，有恩高的老师对你讲预言啦。看是不是正经，耶稣要甲你使用。我讲好啦，今年我就回去台北，回去台北去参加一个特会。特会是啊，特会参加了，迄个牧师讲爱来祈祷，看上帝等下要甲你讲话啊无？哦，我就开始祈祷。哇，祈祷我咧讲，哇，两三百人啊，绝对无甲我，未甲我惊着啦。啊，结果安尼想，一个人就甲我拍肩膀。伊讲吼，伊咧讲，牧师伫叫伊，好，牧师就开始叫我呐，徛伫遐，好，开始搞祈祷，卡啦啦啦，我就倒啊，我感觉有风无，搞我吹啦，嘿，伊就开始伫搞我发言，你逐天早起，你祈祷，你流目屎，
耶稣拢有听的。你的家庭爱好，要甲伊翻转吼，你爱甲了因，如因展翅上腾。你爱去各个教会去撒种，去分享，去分享我。阿公呀，啊，唔呀，这个你告诉我，哦。我就打电话，阿爷，我话阿爷足欢喜，好啦，你逐工来，啊呐，搁较济，阿基督，感谢上帝。然后每三个月哦，我爱去检查，好转以后，下当改去检查，拢无代志啦。嘿，我就参加一个，叫做医病单位特会，我去，去了。我就听到哇，迄牧师讲了足有恩膏的，哇，耶稣有影有膏啦，他是大力大力哦，他的名字何作啥？何作全能的神，哦，何作啥？何作昔在、今在、永在不改变的神，何作啥？奇妙的测试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金膏就丢了，哇，我讲耶稣啊！好，我即马要来专心来爱你，互你来使用，吼、哦，啊，我转去，啊，结果，迄当阵要转去之前，一个甲我讲，甲大家讲宣布，要招收200名的神学生，不限年龄，不限学历，完全免费。哇，我讲哦，主耶稣啊，你为我呢预备。这么好的机会，我一定要来。结果我就三个月了，我就进到神学院，两年里啊，好跨度真济哦。我说印象，耶稣我咧定定好，一摆看到一个金色的，伫后边讲啊，圣人啊，你放个什么金色的衣衣的，伫遐创啥？结果忽然间，这个、金色的敢那花瓶哦。哇，360度旋转旋转，立在展台，光度高差不多。哇，伊搞爱把酒哦，放伫花瓶的内底，下看外口个内底迄个雕刻哦，无同款。我讲啊，耶稣啊，你给我看这个算啥？伊就讲，你要成为我的金器。我讲我不配，我不配。我讲金器你是要算啥？我以后还读书，肯定得这個。好，我是神学生呀。我讲那是你的旨意，我愿意。哦，接受。结果我一天读圣经，哦，圣经讲一句话，在大户人家有金器、银器，有木器、有瓦器，有贵重的器，有卑贱的器。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成为圣洁的器。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就合乎主用。哇哦，我都听到，哇，真欢喜！我都逐天啊，人咧困觉我无困，一直祈祷。人爱食暗顿我无食，紧食祈祷。哇，有声啊！有迄个启示话语来，叫迄个牧师爱离开爱教会，我讲。圣灵啊，你叫我堂兄是安那叫离开？伊就讲哦，迄个讲台被污染，哈，被污染，哦，我就讲是阿遐污染。原来伊的一个案例的牧师，安那犯了淫乱的罪。哇，我讲哇，耶稣你安那，甲伊安那分别为圣。伊讲伊要印证，我讲好，结果一个合作克安通牧师对他发言。你用错人了，但是你从不抱怨，你单单跟上帝祷告。主耶稣说你要离开那里，离开，也会另外成一个教会。哇，我大兄讲哇，感谢主，哦，所以我们服事要怎么样？要圣洁，不能带罪服事，否则你的服事没有功效。哇，我的公哇，这种启示，哦，我这边跟我讲，我说陈松恩呐。嘿，伊哩相思一个查某囡仔，我讲哈，这也无联络啦。后来我知，伊个变互伊一个合作，哦，女娃娃。结果，
伊敲电话来，我就甲讲，吼、哦，耶稣要给你一个查囡仔，两礼拜了。伊敲电话讲，姑姑啊，医生证实，阮查阮某两周的胎儿，吼、哦，隔年，吼、哦，生了一个漂亮健康的小孩，吼、哦。吼、哦，咱的时间有限啦吼，但是耶稣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时。有一天，也医生讲，你癌转移到肺部，转移到肝脏。我讲那有可能啊？耶稣啊，我已经为你做这么多见证，那有可能？我都在靠主啊，你给我看到，是不是我有我搁隐藏的罪？哦，伊都给我看一个查囡仔。四岁，迄死伫水内底，吼、哦！我讲耶稣啊，你这囡仔放伫水内底要创啥？忽然间，迄个囡仔变成子宫内底硬啊！伊讲你犯了杀人罪。我讲那我无啦无啦。伊讲你剥夺了一个生命权转的权利。我讲无啦无啦。结果我想着我少年的时，交阮阿母哦，哇，你个好家伙啊！结果结婚进前，结果上床，月经没有来吼，我就去找医生，结果交阮诶阿母讲啦，迄当初是男朋友讲，我讲医生你搞检查，迄月经来无来？伊讲好来验尿，结果验尿安嘛，伊就讲恭喜你要做老母啊，我讲打掉。这一问到我怎样我怕你呢？不过耶稣一目睭我咯，怎样我过去做成代志？哇！我一直听追主耶稣啊，有影这条路。哇！我讲阿哥有，阿哥有罪哦，你教我来一改认罪，哦，结束。无我咧听咧，我还要我一直认罪啦。结果你看，伊给我看一个帅哥，我伫遐总会有下午哦。啊，到那一个官员来，外交官来讲来嘛，听阮唱西洋歌曲，哇！啊，结果听着俄罗斯哩唱了袂歹，啊，结果后来就做朋友，结果伊讲啥？你犯了淫乱的罪。我讲主啊，我真爱，我爱跟你认罪，不是在婚姻里面的性行为，就是犯淫乱的罪。我讲主啊，好，我今嘛爱完全的圣洁。在你的面前，你讲好，明仔日你看医生吼，无代志，吼我甲你医治，我讲好，第二天我就去看医生，医生就甲我讲，你大娘趴在那里吼，嘿，有一支足粗的针，甲你穿到你的肺部，抽取癌细胞化验，嘿，稍待一点钟，我停这针的时候，嘿，有看。迄空气会入去，嘿，我有诶吼爱急救，你愿意无？我讲无要紧，伊就讲好来签迄个同意书，手术同意书吼，好，伊就去准备。我伫咧看迄个壁吼，有一寡图，结果耶稣对我讲话：孩子，不要惧怕，我与你同在。哇，我都开心到哇塞！哇，何等恩典！我是圣神的耶稣这么爱我，对我讲话。后来伊就甲我叫，哦，何叔，小姐甲我叫，啊，有影我就倒伫个一个眠床顶，开始叫我缩开，憋气，吐气。结果伊讲好，耶稣讲特别好啊。何叔小姐讲，好，我今晚真抽起来。体会一刹那，我完全无代志，没去救。结果我当初是要找病所，我小姐病所里头咧讲对，我伫病所内底门关起来，开始压手，上帝啊，感谢，一直甲我同在，目屎一直流，一直流。结果伊对我讲话，你的心占满了我。我讲主耶稣啊，这句话我感觉足亲。什么好多我的心占满了你，伊结果用一个图，敢那一颗心，啵啵啵，都敢那咱的正常的心脏，
头前我的排前排吼，啊个后路我五根照射出去。哦，原来啊，你的心啊沾满了神，你上帝的荣光就从你的身上照射出去。哇，公牙师啊，谢谢你。所以我当然为别人祈祷哦，今世生机伴随。哦，为什么痛风啊？哦，还是摆脚，还是坐轮椅，拢徛起，心脏要开刀，没开刀。因为医生讲，你昨昏是啥物事做啥物代志？讲一个人，一个人为我祈祷。伊讲即摆拢正常啊，你信仰信仰说，哇，恁的耶稣真牛。好，在座的弟兄姐妹，请拜堂的到前面来。耶稣是使咒诅为祝福的上帝，敬拜堂上来。好，耶稣是使无变有的上帝。好，耶稣是使黑白的人生成为一个血地彩色的人生。你信耶稣信真久啊？你捌看到耶稣吗？你捌经历神迹奇事吗？啊，可能拢无。噶有人有神迹奇事？亚秀，好，真好，表示你甲神平哦，足亲近亲近。你若常常亲近我，你就看到神的奥秘。亚瑟可以夸足济啊，哦，所以亚瑟讲啥？爱我的，我必爱他；亲近我的，我必亲近他。常常仰望我的，好处不在我以外。给那里，这个生命的见证。希望会使甲你帮助，吼、哦！你信的耶稣是有够真，有够完全，好、哦，来唱这条歌。Thank you.